Oh.
哋好，再一次歡迎大家嚟臨和聲合唱團第七屆周年音樂會 Music Crossover East and West。我係今晚嘅司儀，文學院三年級生 Joey。頭先好多謝和聲合唱團嘅團員 Kendrick Lee 以手風琴演奏，並以和聲宣嘅遠歌《和諧之聲》為今晚嘅音樂會打開序幕。更加要多謝和聲書院榮譽音樂總監 Miss Ruth Zhong。鍾少琴老師的指導和策劃今晚的音樂會。和聲合唱團是在2012年由和聲書院副導長許世全教授成立，並且邀請到資深音樂人 Miss Ruth Zhong 女士擔任音樂總監至今。短短幾年間，在中大校園以及校外的社區亦都博有名氣，過去幾年亦都在國內、國外參加大大小小不同的音樂會演出。今年已經是和聲合唱團第七年舉辦周年音樂會，和聲合唱團亦都成為和聲書院其中一個重要的 icon。 今年我們都很榮幸邀請到音樂教育家 Dr. Annie Mock 擔任和聲合唱團客席指揮，以及邀請到香港教育大學由何崇智博士帶領的爵士合唱小組 LaCoff 作為表演嘉賓。不單止是這樣，我們和聲書院院監成員之一顧鐵華博士以及昆曲專家邢金沙老師還會帶埋幾位和聲書院的學生粉墨登場，連同和聲合唱團為大家表演富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昆曲。今次的音樂會歌曲類型可以說是相當之多元化，在這裡也要多謝書院創辦人李和欣博士提出中西音樂 crossover 這個提議。而今晚的高潮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了，就是有我們香港中文大學的校長段崇智教授會同和聲合唱團合唱一曲，並且擔任獨唱部分。今晚有段校長開口，相信會為大家帶來一個非常之難忘的晚上。在大家繼續欣賞今晚表演之前，我們先有請我們和聲書院的院長劉允儀教授為我們分享幾句說話，有請劉教授。各位尊敬的嘉賓、各位同事、各位來賓，晚上好！歡迎你嚟臨今晚和聲書院第七屆和聲合唱團舉辦的音樂會。剛才我聽到我哋遠哥，點解佢唱出嚟咁好聽，喺偶像唱出嚟差咁遠嘅咧？今次我主要嘅音樂嘅主題係 Music Crossover East and West。關愛和和諧是書院核心的文化的，透過音樂可以帶來人與人之間的感情交流，而唱歌尤其是合唱可以通過互相協調體驗我們書院和諧的好的方式。和聲合唱團的成立正正是希望透過音樂的傳揚和諧、關愛和美善的訊息。今晚的節目多姿多彩，一息間大家會欣賞到不同類型的歌曲，包括是英文歌曲、日文歌曲、中文歌曲，而有中國的戲曲的表演，可謂一場的中西化文化相遇融合，是一場豐富的音樂盛宴。和聲書院能夠成功舉辦今次的音樂會，實在有賴各方面的鼎力支持。我多謝好多人，首先我代表書院衷心感謝一眾的表演嘉賓，他們包括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書院院監顧鐵華博士、書院昆曲課程導師邢金沙老師、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的何崇智博士，以及他帶領的 LaCoff 爵士音樂唱的小組。你們的參與令今次的音樂會聲色不少，同時我亦要感謝合唱團榮譽音樂總監鍾少琴女士、我們的音樂顧問許世全教授、合唱團指揮
莫安寧博士，佢共同咁帶領我宣鴨唱團。當然，我亦都不會忘記一班喺台前幕後嘅同學同埋同事，你每個人嘅參與都為今次音樂會添上好好嘅色彩。最後，我想再次多謝大家嚟臨，也預祝今晚嘅表演圓滿順利。等我哋一同享受今晚嘅樂韻悠揚嘅晚上。多謝你哋。多謝劉宏教授，請隔劉教授落步。今次活動之所以可以成功舉辦，有賴各位表演嘉賓嘅參與。而家我哋首先邀請香港中文大學校長段崇智教授上台接受紀念品，有請段校長。多謝段校長。而家我哋有請和聲書院院監顧鐵華博士上台接受紀念品，有請。多謝顧博士，現在有請邢金沙老師接受書院紀念品，有請邢老師。多謝邢老師，而家又請三位昆曲樂師劉國輝先生、何俊熙先生同埋邱華英女士上台接受書院紀念品，有請三位。多謝劉先生、何先生同埋邱女士。現在有請昆曲嘅表演同學代表上台接受書院紀念品，有請。謝昆曲同學代表，而家邀請我哋今晚另外一個表演團體——香港教育大學藝術總監何崇智博士以及 Lakoff 爵士合唱小組代表上台接受紀念品，有請何博士同埋 Lakoff 嘅代表。多謝何博士及 Lakoff 代表。
最後，我們有請和聲合唱團客席禮儀導師2002年地球小姐選美中國代表May張小姐上台接受書院紀念品，有請張小姐。多謝張小姐，而家有請劉允儀教授落台繼續欣賞表演。好，相信各位都等咗好耐啦，我哋事不宜遲，請大家繼續欣賞和聲合唱團第七屆音樂會 Music Crossover East and West 嘅第一組表演團體。和聲合唱團的表演，他們將會演唱三首歌曲，曲目是 Birds Courting Song、 Japanese Snow Song 和 Autumn Leaves， 分別由和聲合唱團榮譽音樂總監鍾少瓊老師、和聲合唱團團員陳廷錫同學以及和聲合唱團客席指揮 Dr. Annie Mock 指揮，有請。Thank you.
和聲合唱團的演出。接下來為我們表演的是來自香港教育大學由何崇智博士帶領的 Lakoff 爵士合唱小組。 Lakoff 是由香港教育大學音樂系的學生和畢業生組成的合唱組合，他們擅長無伴奏合唱。今晚他們帶來的曲目來自不同國家和語言，包括 Beyond the Sea by Jack Lawrence, Moonglow by Morris Dolloff, Besame Mucho Consuelo Velasquez 和 Melodies of Love。 現在有請何崇智博士以及 Lakoff 爵士合唱小組。Somewhere beyond the sea, some lights waiting for me.
Bésame mucho, como si fuera esta noche la última vez. Thank you.
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因了你开心的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似阳光空气，又照失踪你，花开都不美，远到风都去唱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想非常多謝何博士以及 LaCroft 爵士合唱小組，相信大家都好想要少少時間去回味翻頭先精彩嘅演出㗎啦。而家將會係我哋嘅中場休息時間，請大家喺8:40之前翻返嚟呢度繼續欣賞我哋精彩嘅表演項目。歡迎大家回來繼續欣賞我們今晚的演出。我們今年的主題是中西交匯，在上半場我們欣賞過英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的歌曲，現在我們將會為大家帶來中國戲曲《昆曲》。昆曲公認為百戲之母，是中國現存最古老的戲曲。各位也可能有留意到，和聲書院設有體驗京昆戲曲課程通識堂，是本港首個將京昆戲曲納入學分的課程。而書院之所以可以成功推廣京昆課程，實在是有賴書院贊助人李和聲博士以及書院院監顧鐵華博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動。顧博士除了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更加是一位出色的昆曲表演家。顧博士今晚將會聯同另外一位表演嘉賓邢金沙老師同台演出。邢金沙老師是第24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的得主，
是资深的中国戏曲导师，现为香港演艺学院戏曲学院的讲师，亦都是和声书院昆曲课程的导师。事不宜迟，等我们细心欣赏顾博士、邢老师，连同为三位乐师同学同和声合唱团演出《牡丹亭·惊梦对话》。姐姐，哄你那大儿讲话去哪里去？喏，这风筝说啊！
謝顧博士、邢老師、樂師同埋同學嘅精彩演出。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今晚嘅音樂會已經過咗大半啦。而家我哋再次邀請和聲合唱團為我哋演唱，曲目包括《只有和聲》同埋《I Believe in Springtime》。See you.
常多謝和聲合唱團。剛才大家看了這麼多精彩的表演，估不估到下一位表演嘉賓是哪一個呢？沒錯啦，就是我們今次音樂會的特邀嘉賓段崇智校長。我不知道，原來段校長都是一個音樂愛好者，他在美國求學的時候活躍於合唱團和歌劇演出，我知道大家都很期待的，所以我就不再浪費大家時間，一起靜心欣賞段校長聯同和聲合唱團的表演 Look at the World。Thank you.
真係好厲害喎！我知道咩叫繞梁三日，三月都得啊！校長咁難得，真係我哋和聲書院好榮幸，唱多首咧，好唔好啊？咁難得咧，大支持啊！哇！好好好，非常好，因為呢首歌好有意思嘅，就係咩咧？明天會更好，我哋中文大學已經係好好。我哋需要段校長繼續帶領我哋，明天會更好，啱唔啱？好，係啦，我哋咧和聲書院咧好多人唱得嘅。校長，我揾多個拍檔上嚟，好嘛？揾多幾位拍檔，我哋嘅 Professor Irwin King 啦 ，Professor King， 哇，佢好唱得嘅，唔該 Professor King。仲有我哋方興未藝獎學金嘅捐款人馮太 ，Mrs. Xu Fong。仲有一個咧，全部和聲書院嘅人都識嘅。但你哋咧未必聽過佢唱歌，係邊位啊？你馮啊 Alice 啦，係啦，羅太啦，我哋行政主任啦，好請有請幾位，好 ，OK， 好，我哋準備緊嗱，今日咧其實好多朋友喺度喎，唔係淨係佢哋唱嘅，佢哋係領唱，咁咧我大家一齊唱好嘛？請打開你哋嗰個 program 咧，最後尾嗰頁咧有歌詞嘅，同埋咧可唔可以攞你哋個？電話出嚟啊！準備定嗰、那個，呀、yeah, ，揮動啦，同我哋一齊 shine 好唔好啊？好開心嘅！我咁將個時間交俾我哋阿 Joey， 我哋 MC， 繼續請我哋咁多位嘉賓一齊上嚟，我哋明天會更好，好唔好啊？麻煩你 Joey。好，而家又請我哋今日所有出席過嘅嘉賓同埋表演嘉賓一齊上台合唱《明天會更好》嚇。排名不分先後嘅，首先係我哋嘅書院贊助人李和星博士。之後是我們的書院創辦人李和欣博士，還有我們的創院院長劉允儀教授，我們的副院長任陽教授，書院院監顧鐵華博士，書院名譽顧問吳寧女士，還有各位老師、同學和今晚所有的表演嘉賓，包括邢金沙老師、昆通樂師劉國輝先生、何俊熙先生、邱華英女士、香港教育大學何崇智博士以及 Lakoff 爵士合唱小組，有請咁多位嘉賓上台同唱，亦都請各位觀眾拎起你嘅電話一齊合唱。昨日的忧愁，带着我们的笑容。
今天献出虔诚的祈祷，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